参加这个印度的传说节，对吧？我是第一次来哈，我丽丽，你叫什么名字？妹妹？熊姐。熊姐，熊姐，我丽丽还有两个帅哥，帅哥哈。然后一会儿我们要参加老师十二点。好，这个是谭姐，你是哪里人？广东人。广东人啊。嗯。这位。今天穿的是我们汉族的马面裙啊，因为我昨天买那个印度衣服买大了，买成大号了，穿不下，然后我就穿的马面裙。马面裙，马面裙。喂，你准备哪个班？现在在布兰公园附近集合啊。现在去游行的地方了啊，开始了。哇，现在11点钟啊，这边都封路了啊。现在11点钟啊，五大道都封街了啊。那是很多人都来办印度人哈，不只是有印度人，我看到还有白人啊，当然还有我们中国人啊。大家都打扮得非常漂亮啊，有的甚至比印度人哈，我们穿的还要花里胡俏，比他们。Thank you.
Nama, Vishnu Sampradaya, Vishnu Sampradaya, Bhukale, Srimati Bhakti Vedanta, Samele Chidame, Tadya Chidame. Yeah.
Hare Krishna.
华盛顿广场了，先去吃饭啊！因为有一个朋友在里面当义工嘛，叫我们先去，要不然的话一会儿太多人了。我们就比他们后面还有山尊那个神像嘛，还在游街，然后一会儿还有一些活动，文艺表演什么啊。我们比印度人还要穿的那个花俏啊！印度人很多都没有搞纱哈，我还搞了个头纱，然后手上还戴了个这个。印度人都说我们打扮得好。
好漂亮，比他们都好看。其实很想穿夏利，但是裹不来啊，买了一批布回去裹不上。嗯，看那个 YouTube 学也学不会啊，又怕掉，穿到掉了就麻烦了。很开心啊，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啊，非常开心啊。好，现在在这里排队领饭啊。哇，印度的活动真不错，还有免费的食物吃啊，听说人家捐献了差不多10万美金啊。哇，我们这个姐姐捐10块钱啊，随意随意啊，来10块。嗯，好嘞好嘞，捐了10块啊。看你来，可以了。谢谢他们的午餐啊，谢谢。好的，领饭，谢谢 ，Thank you。啊，印度人的饭很好吃的哈，这个米饭。啊。他的米饭勺子比较小哈，我选。再多点吗？more I like rice. Thank you. 好，garlic。哇，好吃好吃，谢谢。Thank you, thank you. 都是一样的饭，是不是？ No sauce. You don't like sauce? 哇，全是的素的哈。哇 ，nice. 哎呀 ，I like some little bit of sauce. Thank you. Little bit of sauce, sauce.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这个是什么 ？Yeah, thank you.Thank you， 好了，够了，啊，还多给我一点哈，谢谢，你的，啊，好开心哦，好开心哦，啊，前面还有东西可以领啊，还有，嗨，谢谢他们的美食哈，谢谢，嗯，帮我拿一杯，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是什么呀？茶是不是？准备茶了，好，看免费的美食啊，但是我们都捐了的哈，这是一点心意啊，希望这个活动永远办下去啊，太棒了哈。我们就坐在这里吃哈，还有一个印度阿叔也坐在这里哈，好不好吃啊？好吃啊，好吃哈、啊。我来一杯。它这个是素的，你看豆子、啊、土豆、豆角，这个是什么呀？土豆泥啊，好像。土豆泥。嗯，印度素食做的好，好吃。咖喱味的嘛，还有一碗汤。这边来了，跑到一杆，好，跑到杆，往上面坐。对对。现在吃饭了哈，享受美食了。然后喝完了哈，啊，吃完了，这个汤也很好喝啊，它好像是有薄荷叶在里面啊，是饮料，不算是汤啊。饭也吃完了，啊，前面那个。供神像的那个车在发上面的圣果了哈，好多人在那领啊。吃完饭啊，补充点体力啊。啊，还有这么多人。前面去拿。站在前面去啊，就可以拿得到啊。就相当于我们中国那个寺庙里面的供果啊，嗯，就师傅就分给大家。Wait, it's still me!
好热，就抢不到后面那个车里面的那个供果了，相当于太多人了，到后面去看一下。
哇，神像神像，哇哦，摸一下摸一下。Please no hands, no hands, no touch, no touch, no touch。哇，那边在发上面的圣物了啊，啊，挤不到啊，太挤了。活动基本上要结束尾声了啊，广场上还有活动啊，这个花车就这个供神的神像车就差不多了。哇，神在里面，哦，神供在里面的，好多人啊。给那个供果。哇，芒果。Now what's happening in you because you know t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But if there is a lot of noise, we wake up. 哦，这个神供在这里的，啊，好多水果。Can you do a double check? Anything on the ground?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走出去，出去。Give me. Oh, thank you. 哇，我拿到一个这个贡果，嗯，太漂亮了。嗯，今天看到好多印度人啊，感觉像到了印度一样。哇，这么多人啊，我还拿抢到了一个贡果。啊，手在这里。Like this. Beautiful. The power of God.
小衣服啊，上身的，他卖25啊，我们准备买一件，给他讲个价，20块钱，看他卖不卖。啊，我们买了一件蓝色，我买了一件绿色的，20块钱。还有没有喜欢？
to walk up or to Wonderful. Please welcome to the stage Janaki and Shaveshwari. The power of sound. You need to clear this place. Okay. We will block it.
Thank you.
you will say now Krishna is the king of dancers. He is called Dattabada. Of course, Lord Shiva, he is also a great dancer. He's called Dattalaj. Lord Shiva performs his Tuttava Mutha, which thank you.
哇，现在快五点了，刚才那个花车，供神的花车已经拆掉了，这边全部是工作人员的车。你看办一个活动要花好大的代价，那边好几个大的那个大 truck 啊，然后拉了很多东西过来，前面还有，哇，他们可能是从昨天就开始准备了啊。你看这边也全部封路啊，今天在华盛顿公园，希望大家明年来参加弹车节啊。刚刚看到是三个神仙啊，具体我也不怎么懂。但现在呢，你看五点钟都还可以吃饭啊，那水也很好喝，他们那个饮料全素的哈，全素的，印度人一般都是吃全素的，太棒了啊。啊，我们准备再吃一点啊，刚刚都吃了啊，好好吃啊。他那个饮料好好喝的，哦，诺莫，中午那个薄荷那个已经没有了，中午那个没有了，哦，有啊有啊，没有水了，嘿嘿嘿，啊，印度人啊很友好啊，我跟你讲。来印度参加他们的这种游行啊，就是没有什么隔阂感啊，不像参加其他族裔的你会觉得有点隔阂感啊，因为印度跟咱们一样，中国都是就是古老文明的古国啊，并且人口巨多啊，因为性格也比较相似啊，印度人也是比较活跃，就是你看很随和的，我们中国人也是很随和的，对吧。现在人太多了啊，我们那个其中有一个姐姐准备再拿点吃的，但是人太多了哈，就不吃了，明年再会啊，明年再会啊，好的好朋友啊，现在比较凉快啊，有风啊，好凉快哦。啊，碰到的去年的朋友。你又要做咩噶？我影相啊。转过来，走直线了。